观众朋友午安，欢迎下午的两点钟收看《九四要赚钱未来事件部》，我是晶晶。我们看今天台股大盘的表现，台股在今天真的跳水喽，还记得吗？昨天我们专家跟大家讲到说，主力心态空，而且收盘小于 AC， 真的蛮准的，就大跳水喽。好，个股的部分呢，今天就其实老师昨天特别先讲了一只股票，就是联洋嘛，对，其实也是好几天了啦，但是就是昨天 对就特别提了一下这个联洋，联洋宏杰科今天创新高，然后呢？智源这个 AI 的领头羊，智源开低走高，对，那其他的股票怎么看呢？其他表现又是如何？赶快请教专家，我们华信证券投顾总经理谢文文分析师，欢迎您。好的，那么我想呢，今天台北股市出现大跳水哈、我说真的，如果说你有看我的节目，你绝对不会有任何一丝一毫的意外。甚至呢，如果说你有在我的 Telegram 的时候呢，我请问各位，昨天 PM 盘你还跑得掉哦？我们跟你预告，我昨天是做短，今天节目当中我是做多。昨天我们做多两趟，而且好像只赚了将近有50点，好，50点而已。那么只有今天出现跳水，好，我讲坦白的，今天跳水没有什么了不起。我先跟大家做一个非常简单的结论哦，今天外资期货又做多，好，他昨天做多，我说主力心态空，收盘小于 AC， 就今天外资不信邪又做多，结果今天又杀尾盘哦。基本上呢，今天的收盘还是小于 AC， 而且今天比较不幸的地方就在于呢 ，OTC 指数它跌破多方的验证的防守价。好，开始慢慢讲喽。首先呢，我们先从期货开始带起哦。那最近呢，有很多投资朋友带箱投靠，他们问我一个非常简单问题，说谢老师啊，你看哦，这是小台散户多空比。那基本上哈，我这一个人呐、我除了相信谢文恩的主力心态之外，我所有东西都不鸟。就像呢三不五时，不管包括许晶晶好，包括朱思翰，他问我说，今天成交怎样？拍谁？我没有在看成交量，我根本没有在看那一些东西，好不好？那小台散户多比我也没有在看，因为我在跟老强调，我说主力做手操作，它是要在价格的关键，包括周线、月线关键，包括一个所谓多空主力线，因为借由这样的模式哦。上个礼拜我们维持的全胜，所以说上个礼拜我们总共获利830点。那20万的业水保证金下去计算的话呢，我们的获利是高达将近有40%到50%左右，对不对？好，继续哦。那问题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的主力心态？我请问各位哦，每天行情的上涨，你会不会以为台北股市要重新站回季线？虽然说我不知道季线在哪里啦。那每天台北股市下跌，你是不是认为台北股市要跌破月线？老师，你不知道，你为什么讲季线月线？那是通用语言，好不好？就好像你今天全部人都在看这个，是没错。就像你今天要成为一个非常没有出息的投顾老师，你一定要知道什么叫季线跟月线嘛。好，那是没有出息的投顾老师负责的。拍谁哦？老师，你骂到我，因为我只懂季线月线。拍谁？你不是投顾老师哦，你不是投顾老师哦。就像如果说你是一个超级没有出息的投顾老师的话，跌下来的时候会说空在最高高点，涨的时候会买在最低的低点，每天买最低卖最高，用骗的。可是我在强调，为什么你要拥有一个所谓主力心态？我请问各位哦，面对每天台北股市的涨，或面对台北股市的跌，今天主力做手，我说真的，这一群王八蛋，真他妈的永远都比你早知道。来，开始慢慢验证哦。更重要的，验水重点，为什么我要养成每天出手的好习惯？这边就提到重点哦。如果你的老师啊，每天告诉你买最低卖最高，结果连最基本的接战的小鸟都没有的话，我建议你就带枪来投靠。来，开始讲下去哦。结果呢，在上个礼拜的时候，我很清楚跟大家预告，我说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的多嘛，而且我是给你看手机版。好，等于说呢，有时候很多人说笑死啊，我没有办法下载电脑版怎么办？没关系，我们现在的话，你可以把主力心态的软体直接下载到你的手机，你一样能够在第一时间看到主力做手方向。我请问各位哦，这个上个礼拜台北股市也是个标准的盘整盘，你借由最 stupid 的软体，红色代表主力在做多，绿色代表主力在放空，我有卖最高，不用卖最高，我买最低，不用买最低，好，不用买最低，这样一来一往，一来一往，一个礼拜的时间，你当然赚的没有我多，我可以赚800多点，可是你至少也可以赚300多点。好，开始喽。那么上个礼拜的绩效呢，我们就不用再讲了吧，我们很快速进入了这一个礼拜，来进入这个礼拜的时候，总算用到没电了哦，有电。没有这次啦，这次用久没有，每天都想说什么时候会没电，你知道吗？真的哦，是。9月4号礼拜几？9月1号是礼拜五。上个礼拜五外资买了2383口，我跟你预告收盘小于 AC， 就预告完之后，真的 PM 盘一路杀到一个所谓脱裤子。就礼拜一开盘的时候，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多，来再复习哦。就是因为收盘它是小于 AC，即使遇到主力心太多，今天日子过很快，今天礼拜四嘞，我今天要跑通道，我今天很心甘情愿要去林口，林口，没有很远啦，高速公路上去就到了，还好你在三立这边。
根本不想去，好不好？没关系。礼拜一冲高，哎，好快哦，过好快。今天礼拜四杀低，就听你每天哀嚎，哀嚎真的耶，哎，而且买最低是最低是607，我买608，绝对是6分。好，这样子最少150点，好，我就算150点就好了哦。天啊，你太滚，你去买，你可以赚120点。好，那么问题为什么做多？因为主力心太多。收盘讲 A 型这东西不懂没关系，来再一遍哦。基本上哈，期货的操作，你每天的方向一定要对。如果主力心太多，你买最高你会解套。如果主力心太空，你买最低你会继续套。这样够简单了吧？这样很简单。好，再看一遍哦。礼拜一嘛，礼拜一大盘主力现在多，好，所以说很轻松赚了150点。只有礼拜一呢，跟大家预告收盘大于关价，收盘大于 AC， 结果呢很精彩的。礼拜一的 AM 盘收最高，结果 PM 盘主力开始放空，看到没？看，真的我够贱的，你知道吗？开始放空，只有礼拜一的礼拜二的凌晨5点，你起来看的时候收最低。好，基本上再想一件事情哦，我们的店老板能看到24小时。好，就跟 7-11 一样，7 day a week， 好 ，7 day a week， 然后呢 ，24 hours per day。可是呢，手机版的部分再强调哦，你只能看到日盘，没办法看到夜盘，因为手机的容量真的不够。看清楚哦，主力心太空，收最低，只有礼拜一开盘的时候，主力心太多，主力心态它是一个标量的多，所以说主力心态多，我做多，好，先30点，然后呢再出手一次，我又赚了50点。只有礼拜二的那一天呢，外资卖了2740口，我跟你预告收盘大于 AC， 所以从 PM 牌开始做，好 ，PM 牌没做到，只有来到了昨天的要随 AM 牌，好，再一遍哦。我礼拜二我跟你预告收盘它是大于 AC， 所以说礼拜三的早上一开盘，我看到主力心态它是多，所以说我赶快去做多。可是做多完之后，来看清楚哦，为什么拉起来的时候我可以卖在最高的高点？为什么？因为拉起来的时候很抱歉，主力现在都空。好，来这边了。好，主力做手95%的时间，他一天就只会有他马的一个简单的方向。可是最近呢，怪怪的，他会变。不是台湾啊，到底有什么怪事要发生？好，我直接讲答案好了。现在最大问题在哪里？美国股市为什么大跌？因为最主要的原因呢，美国要针对华为手机大卖这件事情，要去调查7纳米这个技术是谁给中国的。中国他妈的，你要调查我华为的手机？中国现在规定公务人员禁止使用 iPhone 手机。对啊，就今天最新新闻嘛。哎，欧洲国家禁止他们公务人员用中国的手机。对，然后中国禁 iPhone 手机。没错。那我问你一件事情哦，我之前有没有跟大家报告过一个很简单的逻辑？我说这中国的7纳米，乃至于未来的5纳米，技术从哪里来？从俄国吗？不是，不可能，从中东。我问你哦，如果美国对中东采取贸易制裁，对，你认为，辉达会跌到哪里？这不是开玩笑哎，他昨天跌破了，对，昨天跌破，拜登他所 care 的是明年怎么样不要从飞机上再掉下来，走楼梯下来，不是吧？他所 care 不要跌倒，对，明年还能办法做空军一号，是，这就是政治人物，有老师你在念拜登，拍谁？台湾的也一模一样的，都一样的，好来哦。所以说呢，我想哈，主力他考量到这个点，因为他根本不知道中国未来会不会所有禁止 iPhone 手机销售，有可能嘛？我这边跟大家报告过，我说真的啦，是习近平没什么鸟啦。如果是我，是中国的领导人，我就要做一件事情，我所有的产品来啊，要冷战，大家一起来吗？要我所有产品禁止外销到美国，美国就倒了。真的，粮食不要去就好了，所有东西不要去啊，通通都不要去，食衣住行都不要去啊，都不要去啊。我也不是看你那块市场嘛，我都不要卖给美国啊，中国自己卖就够了，市场那么大。哇，那时候美国可能会升息100次，对啊，通货膨胀啊，这个大通货膨胀，大通膨啊，好来哦。所以说昨天两次嘛，所以昨天两次哦，我先第一趟我赚了20点，第二趟我又赚了19点，所以昨天我赚40几点，没错吧？而且这通扣讯哦，我还贴在 Telegram 给你看。我跟你讲说，我要出，因为主力心态它是个标准空，就是空，为什么要做多？我乏人问津，我变态可以吧？对啊，在做就做嘛。拍谁啦？真的啦，没有，因为我股票做多，因为我今天自源期货
我一天时间我赚了一只涨停板，我做多嘛，我今天我6285我起机做的半，你叫我去放空起机哦，我8086红杰克3014联阳创新高，我随便做多随便赚，我已跟大家报告过了，我已跟大家报告过了，这就是我的风格啦。你要那种下贱没有出息，你找其他投顾老师啊，跌下来说哎呦有没有要扣单赚500点，看扣讯拿出来啊，拍谁啊，是每天给你看扣讯，不要今天给你看昨天扣讯，昨天你借昨天发生什么事情吗？更不记得，好来继续哦。所以昨天呢赚了40-50点，好来昨天预告主力现在空，昨天要主力现在空，主力现在空，主力现在空，所以说这是为什么我一定要出，我一定要出，我一定要出，主力现在空，主力现在空，主力现在空。那昨天外资买了1098口，我跟你预告收盘小于 AC， 结果呢不要等到今天呐、啊，来今天来欣赏一下哈，他妈的这群王八蛋，昨天已经收最低了，结果从 PM 盘继续空，有没有看到？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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有没有新人手辣？有没有新人手辣？PM 盘3点多弹起来，继续空，继续空。今天只有今天空一空，继续空。只有今天早上一跳空开低，主力现在多，好，主力现在多，我逮到机会了、哦。主力现在多，好看清楚哦。主力现在多呢，今天9:22，今天二十二分呢，618/658打叉叉，这没中。好、哦，做多，停损30分钟，今天破600，我会给你停损。好，我会给你停损，我会给你停损，而且没有停损，你跟得上，你要找我。嗯。你说老师、啊，哎呦，买停损，买600停损，600我不要，那就不要找我嘛，你去找到骗子嘛，他帮你去下载我的软体，反正还是老外剧的，少了百万的电视成本，还有400多万的 YouTube 广告费用，一天只花你他妈的一天的一个鸡腿便当，只找一个鸡腿便当这么便宜，你可以很轻松，哇靠，你想尿尿的时候，哎，拜托，昨天跌下来，晚三更半夜跌下来，谁不敢买，谁不想买啊？外资期货做多哎、欸，外资期货做多、欸，外资期货做多哎、欸，可当你拥有主力心态之后，你就说好。起床大便尿尿完之后决定睡觉，心如止水，决定睡觉，明天早上再说，因为明天早上还有更低低点，因为明天早上谢温他马上王八蛋买600，怎样怎样，结果呢今天一天时间、欸、我做2趟哦，而且我贴给你们看哦，今天一天时间又超过60点了，好算50点，好50点，所以说、哦、这个礼拜进度他马的有够慢，我自己算一下，150，至少150，算150，150，200，200再加上50、250，还有一天30吧，30好像是，30还是20，好慢哦，对，有点，但你还是很厉害好吗？恭喜会员全胜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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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对啊，哎、欸，很多人其实这礼拜都先绑起来，你看今天这礼拜量那么低，绑起来是聪明的啊，你去乱做股票你就嗝屁啦，你就嗝屁啦，哎、欸，但是你是赚钱，对，我是赚钱的、啊，我是赚钱的、啊，好好来来来，赚钱刚好而已，对对对，老师。有没有觉得太简单了、哦？感觉好像鬼哦，有鬼。我是觉得今天的盘很诡异的。我觉得有鬼，一定有鬼。你看，没有在看，没有在看。你看我昨天call讯哦，你看没有？我在call讯，我真的很简单哦。你看哦，这是昨天哦，10:48还在发call讯哦，7.3到7.23做多，停损30分钟破75，我停损赚15点哎、欸。对，所以说、啊、我赚20点，我停损赚15点哎、欸。那同样的，今天新加入的会员啊，老师你今天剩620，搞错。啊，反正我还是老话一句，你看我节目不是一天两天啊、嗯、你收到讯息跟我 demo 不一样，我头剁下给当你做了，我不用骗啊，时间也一样啊，没办法成交，我头剁下给当你做了、嗯，这是一个老师应该有的风范的、啊。好，好，不要生气，来解盘。刚才讲过了哈，今天外资买了2001，哎2018，今天哈比较麻烦，第一个辉达呢，它昨天呢又跌破多方放价，跟我背一遍哦。上礼拜有辉达跌破，然后昨天晚上跌破，嗯、然后今天 OTC 指数也跌破，有跌破，对对 ，OTC 指数也跌破、嗯。可是问题呢，今天外资买的2018口，我个人比较倾向于啦，这边应该是 bug 数，为什么？箱型，为什么我倾向是箱型？没有，可是你不要激动哦。我就举例好了，明天开高已经杀嘛，开高不要开高，开高早死啊，开高早死啊。嗯他等于说，他一定，他没有，因为收盘小于 AC， 他一定要经历过那一段杀。来，再看一遍哦。今天台指期货我们先往上急拉，为什么杀这刀？因为昨天收盘也是小于 AC。哦，我跟你讲哦，如果我是主力，我们要怎么玩？你知道吗？我开低，然后震一震，然后开低慢慢45度就要杀，只要一锤子杀，全部都自杀，然后就拉起来。哈哈哈哈哈！像那个贴图，像那个贴图，太坏了。像那个贴图，那个贴图啊，有一个贴图这样子，哈哈。很坏。我就跟你讲，国安基金。你们很多人说我是国安基金，是要去随便啦，随便哈啊，不然我没有，我会45度慢慢跌哦。我现在45，你再看一遍，我明天可能这样45慢慢跌，慢慢跌，慢慢，然后大家还搞不清楚的时候，突然一刀杀，突然一刀，对，然后所有多单全部自杀，都这样，好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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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然后呢，然后明天的波什么？哎，白痴哈，烧到箱底，你们再不要啦，拍谁？我是操盘人，我会这样整你们。那如果明天的图跟我讲的完全一模一样，你就可以证明我是不是操盘人了。
主力已经在我的字典里落伍的啦。你今天你要找的老师是要找操盘人啦、啊，股安基金操盘人啦、啊。你讲完好，来讲股票，股票啊，广达、啊。老师，你这样泄露身份真的没事。没有，今天这个问题简单。好，来，看我明天会不会通过就知道了。我先 stop 在广达。OK。广达哈，我从6月23号每天就跟你讲广达。嗯，你们有买过广达吗？我泄露身份怎样？泄露身份，你们会相信吗？你们也不会相信嘛，因为你们呢就跟墙头草一模一样，每天都在看投顾节目，有人讲多，有人讲空，好，有人今天跑去追什么？追什么股票？网通嘛，今天网通不是很强，不很多投顾老师跑去追啊，追完就收最低啊，照好给你照就收最低。哎，一天赔快要7%以上，很高哎，不是在开玩笑哎，人讲某一天啊，贵看口口见啊，哈，来，然后是吧？来，这啊，是啊，好无聊。那哎，就哎，我人生都没什么多大挑战性呢。金源、金源店，好来，然后金源店，好出掉，出金源店，出智邦，所以赚了4只，赚了3只，好来。然后呢，猫，可能是哦，我太有爱心了啦。就那天哦，因为我好几个家，我好几个家，我林口士林北投木栅。台南、高雄、已经不是狡兔来形容了。没有啦，我很庆幸我爸爸留木栅那一块是一座山。然后呢，我每天都会回去。然后我喜欢他的地方就是说，我是独行侠。整片山就只有我在使用。然后就在那边运动哦，做运动就是这样子不断的运动。所以说很多人说谢老师，你身材保持还不错，因为我每天都在运动啊，我每天至少。走1万步啦，可我昨天传给晶晶看的，我们昨天走了50几分钟啊，5点多，5点多公里，然后晶晶还赖我说你有没有心跳130？我跟你讲，我就心跳100，我就心跳130，我今天掰卡，顶多111，要333，111也不错了啦，不行啊，要130，政府规定130以上，最重要原因说130以上会达到燃脂的效果，对，燃脂的效果，那么我至少呢，我用跑步机，你可以有氧的效果就好了。有效果对对对，然后他们说呢，一个很简单的判断要点就是说，你可以交谈，可是没办法唱歌。对对对，有啊，333他讲这样规定。那我的话至少说，运动完之后全身都是汗呐、啊，然后能帮助我们这一个所谓的周转组织排出。因为呢，还是给大家一个建议哈，基本上你要看你的脖子，现在很流行看你的脖围，有对，脖围如果太粗的话，代表你有胆固醇的问题哦，你的坏胆固醇很高。那然后呢，你不信道也没有关系，反正到最后心肌梗塞你就知道，好，你就知道。我很多人说呢，啊，那有钱才怕死，我跟你讲啦，没钱人哈，遇到心肌梗塞的时候，也希望有人救他一把啦。这是很现实的，好，这很现实的，来，人性啊，好，来，那个广达没有跟，那没关系，那我请问各位哈，啊，这个起基哈，跟了没？对啊，一只猫啊，你说老师我要买起猫，哈，随便啦，起基哈，来94.9，到今天还在创新高了，先赚1、2、3、4、5只涨停板，然后呢，119，8月18号，来，今天也看我这个人做事有多持续，老师你起基怎么赚一倍？我赚给我看，好，慢慢赚，来，先5只涨停板哈，5只涨停板之后，818空军节啊，818空军节再买，慢慢来过，又赚了2只涨停板，还没完哦，829的时候我还在买，我还在买628的起基，而且买起基这件事情，我在你的 Telegram 还在贴。因为我根本笑你们不敢买，所以说我泄露身份又怎样？你们更不可能不敢跟啊！你如果你在829的那一天，你去跟着我 Telegram 哦 ，Telegram 就是 Telegram 才有这么帅的相片要骗你们入会的。好，对对，本人是更帅的，你懂我意思吧 ？Telegram 才有这么帅的相片哦。啊，都已经跟你讲说继续买6285的起基，就又赚了一涨停板。如果说你知道你买129可以赚到144，你可以又赚15块钱，你可以赚买20张，你可以赚30万，你每天只会这样做梦。我没有讲有屁用，来，所以总共买几次？来，看一遍哦，1、2、3、4，40几只，好，9月5号继续买，好，几只搞定，好，搞定啊，几只也不想听了啊，剩下链一涨停板，然后8086红杰科，好，讲红杰科先去斗一下哈，好，没有，应该把3040联阳一起处理完，好，红杰科赚了2只涨停板，那联阳的时候呢，前天节目当中免费预告。
宏杰科，我们是上个礼拜五呢，我们是直接在非凡九一号上个礼拜五嘛，非凡嘛，非凡新闻台，我直接预告说8086宏杰科它是落后补涨，是，所以说呢，我买宏杰科就买在100块钱，到今天已经120块钱附近了，是，所以说我活生生赚的两只涨停板，礼拜五一天，礼拜一一天，礼拜二一天，礼拜三一天，礼拜四一天，好，来继续哦。然后3014的联阳呢，我在前天节目当中跟你讲说，我有一点小追高，我买这个价格，我买在145块钱，结果今天联阳创新高，好，来 stop。不管包括8086宏杰科，不管包括3014联阳，不管包括673的申家电，他们是个标标准准的消费端的电子股。好，我不要讲消费性 IC 了，因为你会搞混了，消费端嘛 ，for PC for NB。那么谢老师 最近这些股票涨起来是代表说景气好了？你扪心自问，我偷偷告诉你一下，你们不知道我们看 Dell 的财报哈 ，Dell 最近股价有一点大涨，大涨之后又回哈，因为他呢，他说库存调整已经到一个阶段 ，Dell 讲的哦，嗯哼，可是他没有跟你讲复苏哦，他说有一些急单，差是差在这边哦，嗯哼，哦，我讲完了哦，库存调整到一定的阶段，有一些急单。所以说代表什么？代表什么？消费端，我个人认为啦，还没有复苏，还没有复苏啊。不过不论如何，至少宏杰科我赚了两只涨停板，至少6287哦，6287不是什么消费新型的，奇迹我赚了一倍。好，至少呢，至少申家电也好，3014联阳我又赚了一只的液水涨停板。好。那么可是呢，就一般投资朋友，你们可能钟爱就是来自于钟爱我一生，谁这个钟镇涛？你怎么点什么哪的？好，来啊，广达哈，好像不同年代，不同年代哈。当然那时候我还没出生啊，这是没有，这是因为你爱老歌，没有，不是，这是当时你当我姐姐的时候，你播给我听的。我那时候还躺在，我还在那摇篮上面摇。前世吧，前世哈。好，来先赚六成哦，那伟创就不用讲了哈，然后再赚4成，来，精彩，来，我等下教你们哈。最近哈，我一再跟大家报告。我说我看好3035资源，有没有人要重复一遍我的逻辑？应该不用了吧，因为他用 NVIDIA， 对对，还有安谋，好，资源它是联电集团，大家知道哦，那如果你跑去买联电呢，今天大跳水，是，哈哈，联电不是有中介题材，不是有 AI 中介题材，去啊，很多投顾老师真的跑去追联电呢，哎，你怎么没出息到这种程度啊？连联电都在买。谢老师，你也没出息啊！你当初买132块的广达，说的也对哈，很有大部分，但你赚一倍哎，耶，一倍哎，啦，100多到200多，而且一倍了还在买，对对，今天我们那哎，印象非常深刻，今天蓝工站哈，我讲联电嘛，我就要买联电，没有，对啊，联电集团在买联电，我干嘛买资源？拍谁？我跟你讲资源，对，因为它有安谋。它还有联电接到 NVIDIA 的两个题材，这样懂我意思吧？好，所以说呢，这一趟我们买在341、347、349，还有345，我们全部买，全部买。所以说我们总共赚了一倍多喽，已经1.9倍，到昨天1.9倍了。好，继续哦。那现货的部分，你说老师啊，你靠腰的考试啊，我是参加你股票会员，你看你都买资源期货搞屁呀？啊，你参加我股票会员，我有没有带你买资源？有吧？我们带你买起基，有吧？啊，你参加我期货会员，我有带你买期货，哎，起基期货吗？没有啊，有没有？好，有点复杂哈，有没有绕口令？绕口令。啊，你参加期货会员，我带你8086宏杰科期货吗？没有啊，对啊，我带。听得懂哈，你买菜这里不错，老师你可以去当那个相声，哦是哦是哦，有点小复杂，有点小，没有那个8086宏杰科跟那个什么303，8086宏杰科跟那个什么是那个什么谁你要讲3014联阳啦，哦联阳有没有期货我不知道，我真的不知道，你要稍微看一下，查一下，对，去查一下，你问狗就好了，好来精彩聊。那我昨天也教过各位哈，这现货的部分，现货我们也赚了两只，哎，一只多了，好，赚一涨停板就好了。好，来再给大家看一件事情哦，这今天，哇，1000点哦，10000块，哦，3035资源期货，今天12点钟，3683、365做多，停损60分钟破364，好，都给了，一次搞定，12点钟，就资源拉起来，最高来到371，好。来再变哦，智源它的保证金怎么算？智源的话，来我来360块钱啦，我假设买两张，你要72万，
对，72万。嗯哼，那如果说你用融资的话呢，只要一半，我们算一半就好了。一半是多少？七十二除以三十六，对，算36万。对。然后呢？可是呢，期货它杠杆更大。嗯。你只要11万，保证你只要11万。嗯。好，十一万，老师怎么算的？这问我不太对吧？问营业员，对，问营业员。或到那个没有啦，很简单，不是，我没有叫你说真的拿11万出来做资源的，你把它当做融资就好，你把它当融资，你看你拿36万出来做，拿三十六万啦，好，36万，可是36万呢？哎，对，干那白痴啊，那融资版就好了，对，拿10万，再出一二，再拿10万，你拿10万出来做就好了，十八，对，不然这样才有兵哦。好，你18万下去做，结果呢，一个小时你可以赚10000块。可事实上，保证11万啊，所以一个小时我要赚一涨停板，真的。哎，没有，我不鼓励大家做个股期货，可是我唯一欣赏它的是手续费太便宜了。哎，老师，那如果你做个股期货，是不是变成要盯盘？不是不用盯盘了，不用盯，你就先设好就好了嘛。不是，会不会来不知道，我不知道，有来在做嘛？对了对了，对，有没有你们好，我再举例哦，我今天期货买600，是，那时候急杀应该买吧？拍谁？我贴上去的时候，你们还有一次机会再回来600，你敢买吗？不敢买，不敢买，不敢相信啊！你们不要再盯盘，如果真的有用，天底下不会有穷人啊！对啦，对，真的。老师，那你为什么会做图？来，就强调我的做法啊！我是比如说啊，我扣进发去之后，我会设警示，是设你们手机也可以设警示，来的时候他自然会通知你，对，都会啊，通知我的时候，我马上按 print screen。然后马上手机拿起来照相，说哦，我买这个点，好，就好像今天自己要买这个点，买这个点，好，买这个点，那这样子我就赚了快6块钱，啊，6块钱的话呢，12000嘛，因为是2张，好，会不会很复杂？不会的，一次就是2张，我买好了，我今天买了2张智元，可是我的会员干很多，他妈的，他不是买2张哎，干有会员说他妈一次10口下去，对啊，没有，他说谢老师停损设很好啊。我们剩1块钱而已啊，其实蛮多。不是，你1块钱跟他换，换10000块，你为什么不跟他拼呢？要跟他拼呢。所以我的会员有的今天一口气赚20-30万的，一天一个小时赚20-30万的，说干有好爽哦。没有，不是，我是不鼓励，我是认为说的，他好处是什么？他手续费在100块以下。我们那给你看是总共34块钱的啊，没有，还24块钱呢。你问营业员，这我不干预的，手续费多少我不干预的。可是我那天我会传给我看，没有，我们不能秀对账单的。对，会传给我们看，不到24块钱，才24块钱，24块手续费。那你资源如果说你用股票做，有手续费多少我不知道，因为我不能做。可能有这个价钱的啦，进价多少都会超过吧？你会算？会算？我不会算。靠呀！啊，你手续费怎么扣都不知道？啊，就自己会扣啦，哥。啊，你广达那手续费多少钱？我也没仔细记耶，反正有赚就好，因为就看到后面的净赚。而且我们刚才讨论说，晶晶这一波他妈的广达世界卖最高的，我是幸运，我是幸运。晶晶错，你是幸运，可是你不信，你他妈你不会反手放空广达，不会，你就削爆了，不会，我不会。又削爆了，对，反手放空广达，又从279，而且卖到279，而且再反手放空下去，我靠，他妈赚翻了，不会。我跟你讲啊，很多东西哈，不是说有没有交的问题，只要是钱，我们就跟猎狗一模一样，我们就要去找到那个猎物，抓到那味道。对，然后呢，老师，你说我狗，你本来就是狗啊，我也是狗啊。你上没有高堂吗？你下没有妻小吗？干，人生在世，他妈都为了别人，是台湾人啊，我们不是都为了别人吗？我们存在他妈有什么好存在价值啊？没有存在价值啊，我们为别人而活啊。啊，你没钱，万万不能嘛。好了，恭喜会员，我干，我看我得啊，不能贴哈。不然会员对账单丢给我妈，今天赚47万。是1分半，快哦，1分半 ，OK， 好，好，所以懂我意思吧？没有，我不鼓励。可是因为呢，它的好处就是说，不是的，因为好，如果说你是做资源，不管是当冲也好，或是现股交易，你可以 care 那手续费嘛？不会啊，对，你就 care， 哎，没到手续费，我不出，那白痴啊，到最后输光光的，你懂我意思吧？可是我觉得手续费竟然连50块都不到，那么太离谱，太没天良，政府在干嘛？手续费收高一点啊。所以这样子又赚了一涨停板，所以说智源我们的总绩效赚2倍。哎，这智源做久做习惯蛮好玩的，应该要我来放空一下伟创啊。伟创我跟你讲目标价啊，所以说哈，还是老话一句哈，少了百万的练成本，还有四哦，哎，还没解完，还解完，来哦，智源还有238广达这两个价格不能破 ，OK， 不能破，我不在开玩笑，不是开玩笑，主力现在多嘛，所以说我那时候一跟你讲智源嘛，所以说还是老话一句，少了百万练成本，还是100多万 YouTube 广告费用。好，就先停留在这张了。真的，来 ，cannot fall below，
好不漏，而且有点英国腔。26.78。赶快接起来，打下去自己算好不好？有手有脚，那亏你还有那个什么股市操作 SOP 社群影音版的，还看老师那边摇屁股的，对，还没索取好朋友要索取的。那当然，如果说你每天看我节目呢，你也想下载我们的软体，第一时间拥有主力心态。反正呢、啊，一天只要一个鸡腿便当，真的少了百万件成本，真的超级无敌划算。我们电话号码02-2392-3988，永远相信事前预告才是真的。真的吗？你会相信吗？有啊，相信很准。好，还跟你下载节目内容，还有更多操作的方法。明天下午的2点钟，也请您持续锁定未来事件部，我们再会，拜拜。